看到了吗？前面有罪犯被处刑啊！妄图改变阿修罗传统，这是挑战王的权威，死有余辜。这种残疾的孩子怎么可能活得过成人祭？道士练场上也是被人杀死。今天就是孤都一年一度的成人祭。没错，所有人知道我的愤怒。看着，石宇，因这个成人祭而死，我要用这里的鲜血为你祭奠。下的修为甚至无法堪称这可怕的一刀。你这个臭小子犯了重罪，你这是在公然挑衅和搅局。淘汰弱者，留下强者，不就是成人祭的规则吗？认为我有罪的就出来挑战我，赢了才有资格定我的罪。这小子太狂了，快上去教训他。自寻死路。石宇，我们一起作战吧。不修未干的小子，报上名来。铸铁部的有余和石宇。哦，是一年前被摧毁的那个部落。有余，石宇。很好，那就送你去团聚吧。两刀就杀死了这个一等斗士，小小年纪实力深不可测。是啊，实在不可思议。这小子杀人不眨眼，太可怕了。快去通知王。所有人都在谈论我，这种感觉真好。不要停下，大声一点吧。还有谁？连战几天几夜，所有挑战者都被杀死了。这小子简直是怪物。他真的好强。不过事情会这么顺利吗？你便是有余。我难道亲自出手吗？这小子完了。还以为会是个凶猛粗汉的家伙，不过这小身躯深藏的杀气很大。这把双刀，原来你就是去年被辽祭掳走的小孩。我也知道他。想起这些真令人不快。小鱼，让我摸摸你可以吗？疼一等斗士，生出你这样的混账儿子。爹，我只是想做个女生。还嘴硬，我打死你这不足之耻。我绝对不会屈服的。爹娘，叔父们，你们看，以后我不再是男孩子了。能这样，我感觉重获新生了。赢了，你这是做人了？疯了！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啊？我要杀了你这怪胎！怪胎！我要按我自己的意愿而活，轮不到你管！
们都傻了。现在没有人能指责我了。小子，觉醒真我的这种感觉不错吧？你是谁？一个可以让你破蛹成蝶的人。我不行，就放过我吧。才十回就撑不住了，没用的废物。英，你是个资质极高的天才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你一定可以打败辽姬的。你去死吧！小云，你离开这个鬼地方！我要自由，没人能阻拦我。看过的死亡次数竟然那么多。斗神无感真是个方便的东西，我们已经完全了解彼此。王跟我一样经历过死恋。没错，我们都是被命运遗弃的异类，满身怒火。所以我做出裁决，你以阿修罗的正义为由杀人，无罪。王竟然宣判他无罪。王这么轻易就做出了判决。由于我喜欢你，不过我很好奇，能通过辽姬变态修炼的阿修罗是怎样的。石宇就是被你害死的，我要替他报仇。不过如此。真的看战斗的方式可不止一种，我的毒功万中无一。竟然施毒者的血必能解毒，你的毒失效了。可恶，也不过如此。去吧。为有形之物攻击，就算死绝不认输。剑无法击破。由于你只是初露锋芒的新息，而我是身经百战的王。到此为止吧，你还不是我的对手。停下了吧！我不会认输的，我要打败你！傻瓜，刚才我只是跟你打个招呼，谁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的？你害死了石宇，我要替他报仇！杀死你朋友的不是我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阿修罗的规则如此：强者生存，弱者淘汰。你的朋友石宇成就了你，你回报他的方式就只懂乱砍人吗？我讨厌浪费自己本事的家伙，
你尝试与我站在同一高度如何？王，竟然！阿修罗要出现新王吗？三王鼎立的局面要改变了。王的称号是打出来的，你先去跟其他两王打个招呼，用你的实力去得到他们的认可后，便可去中立地议事厅提出申议。记住，战绩就是一切，等你累积够战绩，便自然会有追随者，成为新的阿修罗王。诗雨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你以前总会给我很好的建议。有云，诗雨，我很想念你。没我在，果然是不行的。说说看吧，遇上什么麻烦了？他在跟谁说话？你说过，阿修罗太过看重战斗，反而抹杀了其他的可能。我们都经历过阿修罗残酷的现实，如果规则可以改变，也许我们的命运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啊，他要改变阿修罗的规则吗？你愿意去尝试吗？嗯，如果不能改变规则，那就由我来制定新的。嗯，那就大胆的去做吧，我会支持你。由于接下来的路可能会很艰难且孤独，但变成星星的我会一直陪着你走下去的。诗雨，你不要走。由于只要你不把我忘记，我便一直活在你心里。诗雨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你别太难过。我只是觉得你好像需要一些安慰而已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的。那就先去会一会其他的王。出现了我遇见的第四位阿修罗王，他将会降临在苦王枯都之中。如你所预见的，第四位王降临后，阿修罗将重返天界吗？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发生，但这位新王会成为关键角色。当然，没有你也是不行的。王有兴趣会一会这位少年吗？若如命运所言，那我们必会相见。我倒是很想快点见见这位年幼的王者呢。你们敢对天神如此不敬，会不得好啊！再吵闹就扒了你的皮。王，这些都是今天新抓到的天神。就你了，走。你们带我去哪儿？果然肉要够新鲜才会可口。王可知道了枯都成人祭上的事？怎么了？据说出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阿修罗少年，还没有挑战者能打败他。嗯，出生的猛虎吗？王对他有兴趣吗？那我们去打探一下。哼，不用，会有人更心急的。去把剩下的肉都分了吧。感谢王的恩赐，大家要更努力抓天神给我吃肉。我等为了王，一定会杀尽所有天神。很好。